早上从我打工的地方溜到南湾这边，不是，是小湾这边，听海还蛮舒服。不过我觉得自己出来就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没有人帮你拍照，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请路人帮你拍，然后再试图把它变很美。在这里工作，这现在是他们二楼，然后这边有浴室、厕所。这边可以洗衣服，小阳台，然后外面现在改装成一间早餐店，是他们跟另外一个民宿老板合作的。现在要去上班。然后因为我住的地方离我上班的地方有好像是六七公里吧，所以呢我每天要搭那个公车，然后在这边等公车，就是你就算挥手它不一定也会停，所以就要很靠运气，所以我现在要去等公车，等公车理我，然后搭去上班。请问有到临海吗？去哪里？请票。谢谢。我现在到我打工的地方，有客人。嗨。嗨。这是我打工换宿这边工作地方的哥哥，他叫小安。哦，他人很好哦。Yeah. 他在这边几个月了？九个月。那、啊、你喜欢这里吗？礼拜。好。很棒。很棒，赞。赞。工作到两点，然后现在出来买午餐。今天早上打扫了蛮多间房间的，有一点累。但是，对啦，打工换宿啊，就是要一边工作一边玩。我现在已经在打工换宿，要去冲浪。这是我的教练。自我介绍，好尴尬的。自我介绍啊，不要，嗨。太熟了，本来是我要教的。那为什么不是你教？被人抢走了。哦。本来教你。我刚上完冲浪课，超好玩。我在阿飞冲浪那边学，然后第一堂一个人的是1800，可是他有给我优惠。很好玩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体验。Non plus, je ne mange plus. Je vis avec la certitude d'avoir laissé ma sensation de vivre à Paris. 我们刚在恒春逛完夜市之后，就去咖啡厅喝了果汁，然后现在就回来了。今天玩一整天很累，可是很充实。好，先去洗脸。